Round one, ready, go.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又是熟悉的声音，来自你的好朋友东北先生。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真实个案，轰动整个韩国，历代一年内连续杀掉19名年轻女性，最残忍的杀人变态狂魔刘永哲改编的故事。女孩神秘失踪，而牵引出一宗变态杀人案的犯罪电影《追击者》。蛋蛋原本是一名警察，退休后经营着一家夜总会，但因为经济不景气以及手底下的女服务员频频失踪，蛋蛋很快就被这一堆烦心事搞得是焦头烂额呀，看着最后一个服务员也不干了，顾客又发短信催上门按摩服务，蛋蛋只好联系生病在家的小花前来救急。因为自己当过警察，蛋蛋的察觉力高于常人，他发现这个顾客的电话和之前每一个失踪女服务员接待顾客的一模一样。蛋蛋认为此人是人贩子，暴脾气的他决定要给这个人一点颜色看。于是他联系小花，让他到后借口洗澡，最后把地址发给他，明知道有危险还让小花去。导演，你是怎么想的呢？小花跟着顾客杀人狂魔来到了自己家中，刚进屋小花就觉得不对劲儿。她借口洗澡来到了卫生间给蛋蛋发定位，却发现这个屋中根本没有信号。感觉不对的小花决定跳窗户逃跑，拉开窗帘却发现窗户已经被封死，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更可怕的是居然在浴缸里发现了一缕头发和血迹。小花强装镇定，借口去车里拿点东西，想要趁机逃跑，可是大门已经被锁。此时杀人狂魔彻底撕破了伪善的嘴脸，将小花的手脚捆起扔进了卫生间。原来他是个变态杀人犯，失踪的人都是被他杀害的。就在杀人狂魔准备杀了他的时候，门铃突然响了，门外是一对老夫妇，说是来找人的。杀人狂魔也不废话，把他们请进了屋里，随后用锤子将他们残忍杀害。这也太你妈变态了，老人也杀呀。随后杀人狂魔开车出去买一些处理尸体的药物。不过与此同时，没有收到短信而来寻找小花的蛋蛋与杀人狂魔恰好相撞，看着杀人狂魔身上血迹斑斑，蛋蛋意识到了不对劲儿，便试着打给了顾客的电话。果不其然，杀人狂魔的手机响了起来，蛋蛋一顿小组织拳制服了杀人狂魔，并且带回了警局。杀人狂魔不愧是魔道王者，在警局坦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最近杀死了19人，但警察没有直接证据，所以只能把他暂时扣押。杀人狂魔不肯说抛尸地点和他的住址，着急找到小花的蛋蛋直接就暴打杀人狂魔一顿。一旁的警察看到也没有制止，因为拘留时间快到了，如果还找不到证据，杀人狂魔就会被无罪释放。这么大的嫌疑犯就这样放了吗？姓名、家庭住址、平时活动范围、撞车附近监控都无调查吗？导演呢、你行不行啊？此时小花苏醒了，她割断了绳子，仓皇逃到了附近一处小超市报警。谁都没有预料到啊，杀人狂魔释放后也恰好来到了超市买烟。而话多的老板娘把刚刚的事情告诉了杀人狂魔，意识到小花已经逃了出来，之后他用一把锤子解决了老板娘。祸从口出，言多必失啊，老板娘。这一次小花没有那么幸运，躲在超市后边的她也直接惨死在杀人狂魔的锤子下。小花，天堂没有杀人狂魔，愿你一路走好。等到蛋蛋听到消息赶过来的时候，看到的只有满屋子的血迹。晚上蛋蛋终于想起了可以调查杀人狂魔开过的那辆车，并顺着线索找到了那所房子，刚好碰见了要出门的杀人狂魔，两人扭打了在一起。蛋蛋完美胜于杀人狂魔呀，按在地上是一顿胖揍，最终用锤子将杀人狂魔打瘫在地。警局的前同事也赶来了，在这所院子里找到了之前失踪女服务员的尸体，连环杀人变态案终于结束。相比电影来说，现实永远更残酷啊！今天就说到这里了，记得关注我哦，谢谢大家，么么哒。